校草小草差别大，谁一天可以接到三四十封信？我这个收购里面放钱，就每天放个差不多200块台币，每天都寄，每天都寄。我有收过吗？就是情人节的时候，大家都会偷偷在就是我的抽屉放卡片。账单，账单，不是账单啊。